他暴力，前和火焰长，被子我是斩首，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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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暴力，他暴力，他暴力，哎呦，警察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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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冷静，警察暴力，警察暴力，警察暴力。警察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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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你这边提问，不好意思。好，我们请车队过再来开始联访，不好意思。好，院长早安，各位媒体朋友早安。我们现在进行今天的媒体联访。首先第一题是民事提问，请院长禁团令未解，引发业者反弹，会持续沟通吗？有望解除吗？请教院长。是的，我们在昨天行政院会通过之前，我们有跟业者做了相关的一些讨论。也取得初步的理解，我希望6/1要开始，国人可以循以前已经申请的团的管道去做他们的旅游活动。我也希望业者能够好好的规划未来暑假当中的旅游活动，只要非常的顺畅，而且旅游的品质能够得到国人的肯定，行政院一定会按照实际执行的情况，我们适时的再加以滚动式的检讨。那请业者大家加油，我们也会加油。接下来有环宇东森民事提问，院长怎么看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表示可以利用手机定位分析青鸟行动群众，国家机器在监控人民吗？怎么看王义川在节目上自曝透过手机讯号分别对比三场造势活动，外界认为侵犯各自的可识别资料？有媒体爆料李成伟在2020大选前也邀党内幕僚在中华电信总公司会议室密会，并监控并供监控电视热点数据为选举利器，青岛民众各自分析惹疑虑，蓝委下周一安排专案报告，院长怎么看？2020我还在党中央，那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状况，也没有这样的发展过，所以这个应该是过去的一个误传吧。至于三大电信公司已经对他们没有做任何接触，对外发表过声明，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严谨的管理自我内部外部的各种行为，但是他们的声明我们觉得值得肯定。若是有透过其他的合法商业行为，任何合法的行为也必须自我的管理，保障合法，保障各资，保障人权。至于本案已经在侦查当中，我们希望他紧速的厘清真相，告诉社会大众。接下来有中视提问，新任经济部长强调2030绝对不缺电，但废核的目标是否不变？如果没有核电做记载，我们如何同时达到减碳？部长所说的绝对，其中最大的意义代表我们的努力跟决心。我一直向国人报告，政府对人民对产业有承诺，我们会安全稳定的供电，台湾对世界有承诺，所以部长会努力，政府会努力，我们会用其他的再生能源以及计划中的各种的电厂的工程，把它持续的接上来。只要工程能够如期的完成，绿能发展能够比现在我们所预期的更加进步，那么我们面对所有的那个能源问题、发电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合理合法的计算当中，我们现在还是充满着信心的。最后由环宇提问，想问院长，今日施政报告的重点，朝野气氛紧张，将如何改善行政立法两院关系？好像没有那么紧张啊。这几天的过程，我觉得行政立法的互动值得期待。至于重点，等一下讲的都会是，我等一下会一一的向国人报告，我们在国家希望工程的理念之下，如何就
短中长期来推动擘画国家工程的各种的具体的做法，也请各界给我们多多的支持跟鼓励，我们期待这是一个良好互动的开始，谢谢大家。好，今天媒体联访到这里，谢谢院长。国院长废止何市长走，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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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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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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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小心，警察暴力，小心小心，警察暴力，警察暴力。小心，知道你要警察暴力呀、啊！好，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注意自己的身体。我要喷哪一个？好，注意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体哈、哦。你警察暴力，还要怎么样？玻璃啊，小心后面有玻璃哦。啊，请卓院长废止何市长的土地。你要环境资料吗？啊，申请书，我们帮你转交。我的资料已经在那个内政部了。哦，他有取走，对，你已经还是你有资料，我们叫他帮你。我们已经申请撤销证书，他台电不肯。好，那你还其他资料？去年玩白豆沙，去年12月26号，曾文生市长炒共票。来了，阿母爱听走哟。院长、江副院长、各位委员先进，今天本人应邀至大院进行施政报告，并被质询，这是宪法赋予我的责任，深感荣幸，而且责任重大。我和行政团队深刻的理解新政府的使命和人民的付托。我们将秉持诚意沟通，人民至上。现在是集体离席吗？我想最主要还是针对行政院院长他在所提出来国会改革部分，罔顾人民的心声，罔顾主流民意，要来提出复议。那我们不背阁也是表达无声的抗议，所以我们选择离席。但是今天下午的总质询一定会直球对决，问好问满，希望卓院长能够准备充足，接受人民的询问。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